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17号，张医师是线上课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实作教学。张医师，我们首先在您讲课之前，我们先放一段原始点官网查询的演示影片。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最新原始点官网繁体版、简体版、英文版及原始点 APP 已上线。为方便大家查找使用，我们在这里为您演示如何使用这些原始点资源，以便帮助更多民众。感谢您对原始点的信任和支持。祝大家身体健康。原始点案例及相关资料查询方法演示。原始点资料查询的几种方法。一、直接在浏览器上查询。二、使用官网地址查询。三、使用原始点 APP 查询。直接在浏览器上查询。打开您的浏览器，如下所示，输入原始点官网几个字，按回车进入下一页。点击这里进入繁体版网站，点击这里进入简体版网站，点击这里进入英文版网站。下面我们在电脑上以繁体版为例，给大家演示查询过程。当您在这里点击原始点繁体版时，就会进入原始点官网。如下页面。首先，您看到这里有几个主选项：一、网站首页；二、原始点医学电子书；三、讲座视频；四、实作教学与答疑；五、手法视频；六、案例分享；七、各地推广点。八、最新资讯。九、精选影音。十、关于我们。本页就是网站首页。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项，原始点医学电子书。这里您可以选电子书或有声书。电子书包含原始点医学最新简繁版全部文字内容。有声书包含原始点医学最新简繁版全部语音内容。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项，讲座视频。这里包含2022原始点完整版讲座和2022张医师线上课程。下面我们来看2022原始点完整版讲座。在这里您可以找到2022原始点完整版讲座视频。您可以根据目录点击进入任何一个主题观看视频。这个目录与原始点医学当中的目录是一致的。对于刚刚接触原始点的朋友，这里是您学习原始点的入口，提供您需要掌握的原始点基础知识。对学习原始点多年的朋友，这里是您深入理解
钻研和精准应用原始点到生活中的知识宝库。下面我们来看2022张医师线上课程。所有张医师2022直播的内容按直播日期都在这里列出，您可以根据需要重复观看。2022张医师线上课程，北京、台北时间，每周日上午9点至11点，北美时间每周六，美东9点至11点，美西6点至8点，美中8点至10点。下面我们来看第四项，实作教学与答疑。这里有8个不同的选项。一、实作教学；二、肿瘤问答；三、各种疾病问题；四、观念与理论问答；五、按推相关问答；六、饮食与内服姜品；七、温敷与外用姜品；八、其他。这里收录了张医师回答学员的各种疑惑，展现最新原始点实作方法，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查找内容。比如肿瘤问答栏目下面主要是结合具体一些癌症病患的情况，张医师讲解如何使用原始点方法来帮助患者战胜疾病，恢复健康。各种疾病问答栏目里，张医师回答各种患者的提问。下面我们来看第五项，手法视频。这里含2018至2020年手法教学视频，通常最新的按推方法在最新的手法视频中。下面我们来看第六项，案例分享。这里是使用原始点方法处理的各种不同疾病案例。一、新冠肺炎；二、心脑血管中风急救；三、头颈眼耳鼻喉；四、身体肺肝胆肾肠胃；五、四肢；六、皮肤；七、妇产；八、其他；九、癌症与肿瘤；十、神经精神；11、糖尿病、高血压；12、感冒发烧；13、烧伤、烫伤、折伤、咬伤；14、中毒；15、动植物应用；16、实作分享。在这里按16类别展示不同案例，志工使用原始点医学方法，耐心帮助患者解除身体苦痛，恢复健康。大家可以点击菜单中的任何选项查找您需要的案例，或者用关键词搜寻的方法查找您需要的案例。下面我们来演示如何使用关键词搜寻案例或问答。如果您目前使用电脑上网，无论您在原始点官网的哪个页面，在页面的右上方都有一个搜索框，如下所示。使用关键词搜寻案例或问答，
在搜索框中输入您要查找的信息，如脑瘤，然后点击搜索框右边的搜索标记。搜寻结果如下。搜寻结果在这里显示出来，可能会搜到多个案例或张医师问答中涉及的内容，您可以根据需要点击观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您使用的是繁体版网站，您输入搜索的字一定要用繁体，如脑瘤。如果您想使用简体网站或英文，可在这里点击相应版本转换。下面我们来看第七项，各地推广中心。这里您可以找到全球各地原始点推广处。下面我们来看第十项，关于我们。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捐款链接。 YouTube 官方频道是原始点直播频道，可以观看张医师每周末的在线直播和以往的直播内容。联系我们中，您可以找到与基金会直接联系的各种方式，比如给基金会发邮件咨询问题。联系我们，在这里您可以扫描二维码下载原始点 APP， 也可以直接到手机 APP 商店搜索原始点下载。原始点简体版、繁体版、英文版 APP 均可下载到您的手机上，方便使用。本页下方也有原始点基金会网站链接及总部邮箱和电话。原始点官网及原始点 APP， 繁体版、简体版、英文版。用您的手机扫描此二维码，即可将原始点 APP 安装到您的手机上使用。目前原始点 APP 只能在安卓手机上下载使用，在 iPhone 手机上的使用正在申请中。感谢您的观看。好，老师，我们的官网查询影片就放到这里。那您开始今天的课程。好，那我们请莉莉来主持。2022年4月17日，实作教学与答疑。实作教学，一，胰脏癌。痛这里，昨天开始痛是吧？已经两三天了。啊，两三天了。他说闷闷的。哦，感觉闷闷的。嗯。那你这两三天都怎么处理？我这还是一样温敷，每天早晚都痛。哦。都痛，然后喝姜茶、吃姜丸。然后姐姐都帮我热敷跟推。涂姜泥，那这样有比较好吗？解决方面处理？没有，其实他因为我这个之前发现就是因为这边痛，然后才诊断出来是胰脏癌，所以我这两天这样痛，我就觉得有点会担心，所以我就自己就吃东西就可能晚上就不太吃，因为我怕他太负担太重。所以我就尽量就跟姐姐讲，我可能吃量要再减，就不要吃到那么。几分饱你才认为比较不会伤到你？最近这几天，我
我在想是五六分饱，不要吃到八分。嗯、哦，对。好，那你这样减量有比较好吗？有。有哈、哦。嗯。好，那你平常运动量够吗？嗯，运动量是还好，都有走路，还现在开始有慢跑。哦，有慢跑。有开始做慢跑，然后做甩手伸展操这样。差不多，你慢跑差不多时间多长？嗯，不会很长，因为我才拿柔管拿掉。哦，有拿掉了。哦、医生本来就给他做化疗、哦，后来我们来到原始点，我就觉得原始点张医师你的说法、嗯，我觉得我们全家人都认为很棒、哦，所以我就决定把它拿掉。哦，太好了。手术那，因为他现在这边还有那个，还有点伤痕，还有伤痕。哦，了解。嗯，对。啊、哦，那。其实这个运动跟伤口也无关了，慢跑跟伤口无关。对啊，因为我怕说再跑它会痛啊，因为这两天胆，他那时候一开刀没有告诉他就把胆拿掉。我知道，嗯，我上次你有讲，是，就是在没有滋味下，对，就被拿掉。他现在就是笑，姐姐都说我不笑，因为我这几天笑的时候，因为爸爸跟爸爸出去，他笑了以后这边会很痛。是。对胆的地方，他说在这边嘛，是，然后我就觉得很痛，不敢大笑。哦，对，因为我2月11号才拿掉的。是，那这边张医师报告，本来他这个地方哦，平荣师姐帮我们弄啊，他都会痛，现在好多了，比较没有那么痛。是，可是他现在跑到这里会痛。这里如果这里是感觉自己这里会痛，还是他按的时候哦这里哈、哦嗯，他感觉痛的都是属患处。那这个患处一定要找相对应开关，比如说它是在这里骨头、哦、如果、哦、好，我们来看、哦、好，这里这一个骨头、哦、你看肩、嗯、这个摸摸看 有最高的、哦、有这个肩膀这里这一段以下都是肩部管的、嗯哼哦、所以它这里痛、嗯、你只要把这里解决它这一点就会好、嗯那、啊、如果它是整片都在痛、嗯嗯，那这个开关就是在枕骨下缘、哦，所以要看它痛在哪里。是，那个痛一定是由别的地方引起的。嗯、所以呀，这里最近在痛，嗯、对不对？对 对。那腋下它这里痛，一定它的开关一定不在这里。嗯嗯，也就是它一定找这里。所以、哦、西医帮你开胆也好、嗯，即便把你胰脏开完也好、嗯，这个痛依我的见解还是不会好，嗯、因为它不是这里引起，前面引、嗯，而是由后面引起，嗯、是这样来的。嗯、所以它这里为什么你温敷涂姜粉泥它不会好？嗯，因为痛多属他处体伤。嗯，是由别的地方引起的。嗯、那他处体伤是一定是以按推为主，哦，热源为辅、哦，所以你来这里一定会比较好。是，因为有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处理我信得过，因为他们的谢上医生，他们有一定水准，他们按推方面，哦，都会比较到位，跟你做就不一样。当然、哦、所以你的问题其实你这里痛，你第一个哈、哦。啊，当然你要减量也可以啦，不要加重体伤，这个我都能知道啦。但是重点应该也不是在这里，重点，你如果对原始点慢慢了解，那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把体伤找出来。就像你这里痛，那你来这里一定会好，因为他们一定会帮你找相对应开关，然后解决了这些也可以好。啊，痛多属他处体伤，所以温敷。其实也不是温敷在痛的地方，嗯，它是温敷在解决开关的地方，所以我看你这里贴，这里是不需要贴的，嗯，患处才要，嗯，所以贴也贴错地方，在我看吧，好，因为刚刚你帮他按了，这里痛点是吧？有，这边有痛点，哦，这边有痛点，我想说我有一块我就把它粘住了，就贴这里，好，因为他处体伤就。温敷他处就可以。好，那这里的痛不是温敷在这里，也是温敷在背部痛点。嗯，那这样以后你就知道，就是其实它跟你的胰脏癌也无关了，啊，完全无关。所以也就是你是因为痛而最后去检查出来胰脏癌。事实上，
胰脏癌也是一个果，我说的是一个果，不同的果而已。那痛也是果，嗯，那它的因在哪里？因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嗯，那就对到背后，嗯，因都是由它引起的，是。啊，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嗯，就是老大跟老二不会说老大生老二或老二生老大，嗯，没有。老大跟老二都是爸爸妈妈生的，那爸爸妈妈就是体香跟热能不足，嗯，那这样处理你们就比较有信心了，啊，嗯。也就是其实原始点把癌肿，因为这几年这样我从一开始这样研究了差不多将近一二十年，嗯，最后才讲出这样的话，因为所有的癌到最后都是这样，嗯，啊，所以为什么我说绝对不要去处理果，不要去割，不要化疗，因为那个是果嘛，是果跟痛也没有关啊。你又一直在处理这个果，嗯，以后甚至整个身体就垮掉了，是，那甚至连命都可能没有。嗯，啊，你这些体力只要保护住，为什么要叫你运动？体力，我说生跟死都跟你的胰脏癌无关，嗯，所以在我的看法，你的胰脏癌跟一般的啊，脸皮皱啊，白头发，我认为是差不多意思的，嗯嗯嗯，根本跟生死是无关的，嗯，所以我不会很在意你得什么癌，但是我知道西医说癌那个特别严重，而且如果他又说你已经到四期，一般听了大部分都会被吓死，但在我的看法，我不是这样看，我认为只要你有体力，你想死都死不了，嗯，所以我今天在看你，即便你这里有痛，嗯，我都觉得你已经好转了，你正在好转，是，所以整个情况下来，包括你今天的气色也比上次好，是，啊，所以啊，应该你们处理应该也有感觉嘛，对啊，他每天我昨天来，我说那个屁股有肉了。有肉了，对，胖两公斤了，对，啊，就是这个有体力，然后肉又长回来，这个就是好转。真正好转是看这里，而不是在看果，是因改善了才是真正的好。是是。所以您应该没有问题。张医师，我为什么会紧张？是因为跟您报告，不好意思哦，啊，这是他的大便，嗯。那因为我看到有点血丝，嗯，那他因为他有痔疮，但是他说他以前没，好，我跟你讲哈，哦，嗯，这个你看那个大便哈，哦，是黑黑的，嗯，对不对？对对。那如果是黑黑的，它一定不是肛门，肛门口的血哦，不是痔疮那些血，哦，一定是上面的血，哦，比如比较属于胃出血啦，哦，或是上面的，嗯，啊，那这里如果有胃出血，你也不要怕，嗯，胃出血不会死人的，哦，只要体力够，嗯，热能足，嗯，就会修复，它会自我修复，哦，所以它很快就会好，嗯，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一看到胃出血，哦，以为是很严重，嗯，我就怕，不会。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哦，另外一个就是上次他说好像有鲜血，但是大便就没那么黑。哦，那如果不是很黑的话，是鲜红的，血那就是肛门口，啊，也跟上面无关。反正你这样变就很容易变清楚，因为他拍摄的颜色还有时候看起来是黑黑红红的，不大清楚。那这个旁边那个鲜红看得比较出来，是啊，黑黑的哈，哦，如果是很黑，那一定是。胃上面的，它，啊，上面才会凝结，才会变黑。它，嗯啊，如果是肛门口比较接近，那它流出来是鲜血，所以看起来颜色就会不一样。用这样来辨别很容易辨别，但不管是肛门口也好，嗯，或是胃也好，嗯，都没关系。也就是你只要懂，然后体力够，它自己就会修复，嗯。然后灌肠的好处，它会修复的更快。那如果有出血，我建议是用姜汤灌肠，不要用姜粉泥或姜粉。现在是用姜汤是吧？啊，对，有伤口我们都主张用姜汤，因为姜汤既可以清洗伤口，又可以让热源进去，嗯，啊，比较修复比较快。觉得他这一次是好很多，有感恩，跟上次见起来不大一样。他朋友看到他那个赖说：“哎，欸，怎么变胖了？”谢谢张医师。一般如果胰脏癌经过西医这样处理，你现在你是不是变这样，而且会越来越惨淡了，啊？
然后也会越瘦，也不可能胖起来。对对对对对，一般我的没有错，我看这样，对，真的我看过很多癌症都是这样。啊，你刚好相反，那就是你好走。去年嘛，就是一个子宫癌的，子宫癌蛮严重，一检查西医就把他叫他不要出院，要手术了。哦，就是一定要住院、手术啊，接着可能化疗这一类的。一定。那他先生因为有懂原始点，就来基金会。那时候很严重，因为他整个腹部都僵，可能症状比你更严重。你这个还算小 case， 他已经整个肚子都僵硬，然后腹也痛，腹部也痛，腰也痛，啊，很多症状，然后还会流一些很臭味。很臭的东西。那他这样经过也是中间经过8个月处理哦，那中间还有到吃不下，情况很危急的，这样留了8个月。那事后我刚开始我处理一下就交给他们，比如说品龙还有亚青蒜，还是主要都是你在处理。女生老把涂姜泥啊什么的，大部分都是他在处理。是是是，那谢谢，对了，有一些，但主要是你，女生因为要涂一些护肤嘛。所以，对，因为那个子宫癌最后是他出，也是他报告给我，8个月之后，他那个流的就流完了。那要不然每次按就会流很多臭，我在按的时候也会，就马上就，我就会闻到啊一些臭味，那好像死老鼠那种很臭的味道。他也是留了8个月，那个是比较严重。哎，我也没来啊，我其实就交代他们了 他们处理好才跟我讲好。那我前不久才之前才有叫他回诊，我再看一下啊，确定没有问题。是啊，以你的情况跟他来比，你又比较轻。真的啊，真的。所以西医是用癌的第几期，还有什么癌来跟患者讲？在我看法，那些完全没意义。而且根本不会死人，只要不去处理错误，通通不会。像你现在，因为你心里还是会有阴影，所以你认为会不会又是他来搞？对，我就是。你们内心是这样想的，因为你没有讲，我也清楚。要不然我就不用来，我来是安心的啦。真的真的。要说实在了。跟他完全无关了。我研究这么久，我是笃定的这样，确定。然后我书本上也是这样，然后做你们，我的做法也是一致的。但如果是他跟癌有关，他今天把你按完，我告诉你，你不会改善，因为揉完之后，胰脏癌还是在啊。那胰脏癌是阴，那阴还在，那果一定不会改变了，它应该还继续痛啊。那为什么按完它会改善？理由很简单，癌还在，那痛减轻，那就代表这个癌跟痛无关。我是这样一路做，所以才确定，癌也是果，痛也是果，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西医把你割，要想处理胰脏癌来解决你那个痛，根本是缘木求鱼啊。而且你现在也知道，原来按一按就可以解决。对，对啊，你还有什么好怕啊？癌本身是没有症状的。我告诉你，任何癌都没有症状。那他既然没有症状，那就不是病咯。有症状才是病啊，没有症状就不是病啊。就像我头发白，他也没有症状，不会头痛啊、头晕啊，那这个就是老化嘛。眼皮皱也是啊，没有痛，没有症状啊。好，那这个就是老。所以我说你那个癌肿瘤，我一般把它归类为衰老的异常形态。年纪大，有时候没有保养好啊，又有体伤嘛，你这里有体伤，那自然就会有这些。有时候它会变痛，有时候它又会长出一些东西来。那你只要从那里因解决，两者都可以改善。了解。那所以你没有问题啦。太好了。那你担心的也是多余的。没有，是我担心，然后就他还傻傻的。我说你这大便有血呢。我说你会痛吗？他说不会。那我会更怕。我想说他应该痔疮会痛嘛。也不一定哦，痔疮本身也不一定痛。有体相才会痛。所以痛多属他属体相。是。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我更确定你正在好转，而且那些症状只是一时，只要懂得啊，该按推按推啊，如果有痛你就记得就过来，因为他们比较比你们手法好，对对，啊你也要学，有啊，如果你解决不了，赶快来。对，好啊，然后就让他们帮你一个解决，那这样就没有事了。是，然后再来有壮，壮一定要温敷。那温敷就是姜汤灌肠，也是温敷的一种，内热源进去，它也可以借助外面涂姜粉泥。有，刚刚也有涂了。有，哇，在家也有做，他已经做到很圆满了。哎，你们都是做到很圆满了。真是教的，以涂后面。涂后面为主，后面为主，前面为辅。对对对，记得。那所以有些你们已经会做了，啊，有些真的啊，比如按推，它确实要有技巧。是，有时候按不到位，还真不能解症。没错。所以这时候你们来基金会，对，这样就对了。他们处理得很好。那你这个，在我看法应该还好了。好。你应该可以活很久，谢谢。反而这一次是危机也是转机，因为你会从注意开始自己要运动啊，生活作息要正常啊，哦，饮食也要稍微注意啊，你开始都会注意一些细节，啊，睡眠也要注意充足啊，那这样就可以了。你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他痛点今天大概在哪里？痛点这边还是有一点。好，你今天帮他，有，今天全部都有帮他按，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点，哦，这里是吗？这个地方有一点，但是没有像往常那么痛了。以前他这里我帮他找，好像也有痛，有一个痛，昨天前上个礼拜来还按得痛到哭，然后昨天就好很多，今天来又更好了，比较不会这里，对，然后这边我也是从这边开始有在按推哈，啊，对对对，肩部推到这，然后我今天还有跟他解这边，对，哦，那这就更那个了，对，我就从这边整骨哈按出来，哦，了解了解，这边也跟他按，这边好一直按下来。这样他都做得很好啊，有啊，我们上次教要教他，这里应该帮你改善了，现在还痛吗？我问你，现在你动一看，没关系，现在不痛，确定哦，不痛哦，确定不痛，那表示他都有帮你解症，也就是他有把痛点都找出来，是，所以他说你这里也有嘛，这里对过来应该也有可能，尤其以这里，我说的这里应该有。上个礼拜这里也痛，然后今天有按这里，然后从这边也按了。哎，枕骨下缘，对，枕骨下缘有时候这边痛哈，会往这边找。对，没有错，这里痛，我刚刚有讲，一定要枕骨。那这里，因为你这里痛要对过来，所以这里应该也有痛点。那刚刚他讲这里你也有痛点。好像按起来没有上面痛，上面比较痛。哦，要不然我帮你再按一下，好不好？我试试看，因为我现在用的力量很小了，我就用我一般按推的力量而已。哦，这里哈，哦，这个也是我之前有找到说这里有痛，哦，这个也有，所以这一点更痛是吗？哎，对。哦，那这一点应该就是，那这里呢？这里还好。好，那这里也还好，对不对？对，对这里也还好哈。啊，这里就没有。这里也还好哈。也有一点点了。哦，这里有一点点哈。对。啊，这里呢？这里酸酸。哦，这里也酸酸的。酸酸的还好。那这里？这里没有。好，那我跟你讲，你最严重应该是这一段。那这里也有问题。好，我再把对侧找一下，有稍微痛就拍哦，哦，这里也是，好，哦，这里，这里，好，两侧的痛法一样，这里就不会，也会，但没那么痛，好，这里就还好，对不对？好，这里就还好，对。哦，那就是痛右边哦，那你这里痛哈，哦，很可能对过来就是这一边。嗯，那这里哈，哦，也要出问题，这里的问题应该是对到这里，啊，这里我不知道应该还有什么问题，但反正这里一定要解决。那这里轻轻按就会痛，那表示比较严重，可以慢慢揉，慢慢揉，
那这样再揉深层进去。啊，这里呢，这里既然它痛对到这里来，它的痛应该蛮强烈，所以这个可以也是可以由轻而重。比如说我这样按，他说刚刚说一点点嘛，哈、这样是不是很痛了、这样有还可以忍受，还可以忍受，那比刚刚痛多了，对不对？哎，对，比刚刚痛一些。对，因为我有力道有再深入一点点，啊、我。那力道是来自于我沉下来的力量，身体沉下来，不是用手的力量。但它这样就会更痛，表示它痛不止在表层，它深层也是在痛。所以面对这个还是要由轻而重，慢慢深层进去，这样解症就会更快。好，那我再进去，这样是不是你更难受了？对，是不是？嗯。可见你深层也是在痛啊。一般痛一定有痛点，啊，痛点不有时候不止在表层。如果你要看，啊，表层如果揉完，像他刚刚已经我们自工帮他解，那我就开始可以慢慢伸进去，啊，我就是揉得更深，还可以忍受哈。好，我把它加强一下。那这一边我再看一下，这里还好哈、这里还好，我揉深层也不会那么痛哈、对，但真的是有问题、就是它都是在右边。好，那至于这里哈、轻轻按就会痛，我再多按几下。对，会痛。对，你放轻松哈，好，绝对不要跟我对抗。好，刚刚应该没有揉那么深是吗？哎，对，对哈，好，我知道。我刚刚那个力量很深啦、你还是能忍受。对。对啊、哎，品龙，你来解这里，你看看揉深层。好。好啊，我看你怎么解。就这一段下来，它这里也有痛，而且我越按深层，它越痛。是哈。哎，所以它右斜应该是由这里引起的，比较巨大。你有痛吗？还好。这里有吗？有。有痛点啊？有痛点。可以忍吗？可以，这个就痛。这里痛了哈、痛。可以忍吗？嗯。忍一下。好，深呼吸哈。好。还是很痛啊。嗯。啊。这样可以接受吗？痛。可以吗？痛。痛哈、好，您继续按。但是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我的肩膀、可以，可以，还蛮松的。好，这样可以，你再帮他梳吧。好，对对对，这样就可以。我帮你梳完。好，谢谢。您下面扶一下。对，好。谢谢。你跟我上次来的一样，这里还有体伤，所以还没有完全好，只是体力正在恢复，他体伤还没有修复好。
所以偶尔还是要来。好，我们都有来，乖乖来。哦、每个礼拜 一次。好，一定要来一次，再查一下。好，那像这种体香都还是要解决。是，因为深层它也是有问题。是是。所以还是要慢慢解决，由浅入深，帮它解决。那、啊、你这个胃这里右斜，这里就会好，因为这里应该是这里引起的、哦，所以我按到深层，它也在痛。对你抓到它的那个痛。来，你起来看看，看看有没有更舒服的感觉，看看。有，比较没痛。比刚刚更舒服，对不对？嗯、对。因为你是在深层，它按完我再帮你查一下，就是表层虽然解决了，痛有稍微解决。但你的痛，我在认为会痛，让你痛一两天。依我的经验，不可能只有在表层，所以还要再深入一点。所以我就把你再按深层一点，那也就是今天再让他给你做一下，啊，也你也知道那种感觉。那以后来，他们就知道可以再帮你按更深一点。那你现在在温敷，效果会更好。你趴着。再来血的问题哈，我也必须要讲。一般肿瘤哈，肿瘤大部分都会流血。以我的经验，尤其凸出来的，像乳癌啦、肌肉瘤、骨瘤啦哈，这些你要处理，它大部分都会流血。啊，血流出来，肿瘤反而容易消。很多人不知道，啊，西医又会恐吓患者说：“哎呀，不能流血啦，不能怎么样啊。”哎，然后。你一有血，他就打抗凝血剂啦，或止血啦，他反而患者的肿瘤长得越大。听老师补充说明。哦，这位患者是被检查出胰脏癌，而且一检查出来已经是末期，然后在检查的过程中，哦，那个西医也是不经由患者的同意。在没有患者的同意下，就把他的胆也直接切除了。那患者到基金会之前就暴瘦了好几公斤，啊，体力跟脸色，啊，脸色看起来也是不行，啊，那慢慢，啊，跟他讲一些观念，啊，患者也慢慢安心，但一下子要让他完全深信还是比较难。比如说他来的那个时刻，刚好台湾有一个艺人叫八哥，他也是胰脏癌，然后在西医治疗下好像没有几个月吧，半年还是几个月就走人了。所以一般西医给患者的这个胰脏癌的病名，尤其又是末期，压力是很大。然后患者也知道胰脏癌是癌中之王啊，很难治疗，所以他感觉被西医手术后，然后又因为身体突然间暴瘦，经人家介绍才来基金会。那来的时候也是胃跟右斜，刚刚大家有看到的部位都在痛，他也是因为痛才去检查。那学过原始点的人都知道，痛跟肿瘤其实是无关的。你把胆割起来，它还是在痛啊，所以痛只要把体香解决就好。那我们怎么按推这个手法都有教，也就是前面找后面，一定有痛点。那它的痛点大家刚刚也示范给大家看，那它不止右斜对过来，后面对过来有痛点，他甚至连上背部都有痛点，一般如果癌最好把整条脊椎都找找看，尤其在上下背部那交接处，都要特别注意，那痛点解决了，他体相改善了，自然痛也就可以改善。那这样第二次，他这一次来是第二次，我看他第二次来气色就好很多，然后不止气色好很多，他自己都有量体重，在短短时间内他就胖了2公斤，这个都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处理疾病一定要从因下手，然后你看他按一按痛就立刻解症了，也就不再痛，然后给患者又有很大的信心，然后他这样的生活，哦，不化疗不手术，而他觉得身体好很多，而且很舒服，哦，所以其实癌啊不会死人的，哦，只要有体力绝对不会死。我们原始点有讲，有热人则生，无热人则亡，而不是在看肿瘤的大小，哦，有无多寡，都不是这些的，哦，这个在癌肿瘤篇也都有讲，哦，所以跟患者讲清楚之后，哦，患者也能理解，哦，那理解心里就自然会开心起来，就没有像之前那么恐惧，那在好转上也对他会有帮助，啊，那这个胰脏癌我相信可以给很多，哦，类似患者，哦，胰脏癌在西医说很难治疗，但你看大家看这样处理也很简单，然后只有温敷按推，然后再教患者，哦，要平常要多运动啊，饮食要改变，不能吃寒凉的，只要患者遵守，哦，这些症状其实好得很快，啊，那我相信这样的案例应该会给，哦，类似的患者，甚至，哦，很多癌症患者多一份信心，哦，好，那我这里 这个案例我就补充到这里。十座教学二，舌癌。你是什么时候检查出来舌癌的？今年的元月底，但是在两年前就有症状，不是很明显，但是知道怪怪的。是指什么样怪怪？是舌头破吗？还是？不是破，伊就是皮皮啊啊，我有听遐有听啊，但是都没有什么症状啊，感觉我内心有谱。所以讲，我用家己自作主张的做断食啦，啊，自己运动啊，哦，游泳、打球啦，哦，那个我都有做，生活起居都正常，哦，每天都运动，但是甚至断食长断久，才八天常常在断，到去年的10月到11月这期间，才明显的开始哎扩大了，那个长赘肉了。就知道了，但是我一直到今年呢，元月哈，是国产的是解伤工，叫我去切片看看，啊，去切片我拿过来，他说这个要做大手术的，这个是这个舌头要切一半以上哈，甚至还要化疗什么的，我听到这样我就跑了啊，因为我本来对西医这一套哈。我爸爸被折磨，我知道，我爸爸也是舌癌，坦白讲都一样。折腾了9年。我爸爸有化疗手术，但是生活品质很低，折腾了9年，9年后是肺癌，好，哦，不怎么样，要长肺，肺癌就一年就走了。可以那时候年纪大哈，做化疗免疫都整个都下来，瘦到剩不40公斤。啊，我爸爸安尼哈，那医师肺癌。本来有7公分，医师开始讲做化疗，讲这个不适合做那个手术哦，而且是舌癌的，我爸爸第高年，第9年，嘿，得到肺癌以后哈，医生说要做化疗，化疗几次以后变3.5公分，那个医师说有缩小，你不要告诉，叫我不用告诉他为什么，你爸爸哈最后还是会死于败血症。叫我不用高兴，我就莫名其妙，我都不懂啊。对。啊，最后有抗药性，又换那个紫杉醇。对。啊、哦。哎、欸，阿伯啊，这个鬼人呢，爱做呢，做到最后，整个免疫都完全下到那种化疗类啊，听到叫痛到叫哀嚎到叫娘叫爹啊，啊，只剩下30-40公斤不到啊。嗯。啊，最后就送医院。真的就那个医师讲的，就是败血症嘛，整个器官完全衰竭、啊、所以我知道这个过程，我陪我爸爸陪了10年、哦、我有潜意识的说，我有过去有吃槟榔的，抽烟的，
哦，我也怕这样，我每半年都做一次口腔黏膜检查，都正常啊。嗯，而且我生活，我吃素，生活起居都正常，都运动打球，串筋串掉啊，还是会，还是得到。那中间除了找自然疗法，还有什么断食啦、啊、这些？哦，断食了不好，没有用之后到今年年内底。就确定了嘛，确定确定嘛、啊，我就找我姐姐了。我说我已经走投无路了。那这两个月，你姐姐有推荐什么处理吗？她有推荐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师姐啊，就是说读那个中医师，帮我做气那个就是换气，还有做那个针灸啊，中药，现在要已经两个月了哈。啊，之外我要做李凤山的平甩功。我没有断。那么从去年的十一二月，我吃，因为我没得吃嘛。现在都没办法吃。因为我舌头舌下长肿瘤，我没有办法咀嚼，胃痛、咬合没有办法。啊，还好，老天留一口活活路的，好让我可以用喝的。所以我都用打浆啊。那。就是这个过程中，就是针灸跟中药，对对对，还有气功，对。好，那中药开什么方？我看一下。哦，比较偏寒凉嘞。嗯，对哈、哦，差不多。都比较偏寒凉。一天都会，大部分的话到中午过后都会拉比较稀、嗯。对，已经偏寒凉了、哦，这个药是偏寒凉。我就不便多说了，但是你看我的书，我已经说过了，这一点啊、原始点跟中医最大的理论是不一样，是所有疾病包括肿瘤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以热能不足就是要温补，所以为什么原始点比较强调姜温敷这一类，那一般是进食寒凉。嗯嗯。你现在开的药是偏寒凉。嗯嗯。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能吃。那就不要吃。那哇，这个也是不行的。还有你那个，所以你现在在找的，你几乎没有寒热的概念。我认为我早期在自然疗法里面，就是为了这个啊，因为我本身是医师，所以对这些很敏感。第一个要先分寒热出来，是灵芝全部偏凉，哦，那这个又贵、哦、又寒凉、嗯，所以这个就暂时停掉，不是暂时、嗯，根本是已经你们是走错自然疗法，你们很难走出来，是我走了好多年才走出来，然后加上我看了无数的患者，嗯、最后的结论、嗯，寒凉绝对不能吃，所以你这个灵芝啊，维他命。都是错的，嗯，像那个安利的什么综合，通通不行，就是那个综合维他命，通通不行，嗯，那个简单讲啊，维他命这个都是强调成分，就是强调成分的问题，那成分是西医的概念，嗯，其实你说你离开西医，你不要用西医，其实你又堕入西医的概念，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问题，所以我说你们怎么可能走出来？不可能嘛、啊。那如果以中医，其实它是比较强调温补。我如果以中医，我会强调温补。但是中医很多医师会把研究到最后也会受西医的影响，他们认为有一些中药可以抗癌，是包括刚刚一开我就知道了这些。以前为了研究我太太，大陆的书有关所有的癌，哇，我都买来，叫我弟弟买来，拿到山上研究，嗯，最后读出来，我发现大致分成三派，这个我就不说了，嗯，那再经过我这样临床实际在研究癌症，我最后确定一件事，癌症绝对不能用寒凉，也不能以毒攻毒。现在中医还是有一些以毒攻毒啦，甚至开虫药啦，是是寒凉药啦，这个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也是因为我这样坚持啦，差不多也
我太太是2004年走嘛，是2003年进加护病房，嗯，那2003年开始研究，到现在2022年，嗯，简单讲就是光癌症这个过程中，我已经走了将近20年，嗯，就是在研究各种癌，嗯，所以你会用什么？大概我一听，然后再看你这个，嗯，你是自然啊，自然还有分中医的概念跟西医的概念，因为医学就这两大体系嘛。嗯嗯，我看你还是糊里糊涂，你什么都不知道。对啊，当然，因为这些都是西医的概念，尤其维他命，就是谈成分，谈成分是西医的概念，是因为他们要把药物提取提炼，啊，看看它有什么成分，啊，以后用这个成分来改变你身体局部的作用，这个叫成分。那中药它，我比较倾向。要有寒热啦，嗯，哦，啊，病体质也有，当然也有寒热，这个是中医原始的想法啦，嗯，哦，那你寒性体质你就要用温热药，热性体质就要用寒凉药，所以他们常常会这样开，然后再加上中医对癌症，哦，受西医的影响，有些他们就会有专书某一种药比较属于抗癌，我刚刚一看我就知道，因为这些书我都研究过，所以我一看我大概就知道那个医师在想什么，但我想什么那些医师是不清楚，因为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而我本身以前也是中医师，做了差不多20年，嗯嗯，那遇到我太太我发现很多问题了，就是一路研究，然后自然疗法什么我都研究，最后发现太多问题必须要重新理清，嗯，然后才以后才会在这20年，嗯，将近20年的过程中，嗯，再把原始点写下来。其实原始点就是为癌而写的啦，哦，所以各种癌应该都遇过了。嗯，断食疗法会让人家饥饿，其实它应该是补充热能啦，不应该是用断食啊。越体越虚，那越没有效，嗯，所以。这些我都不主张了。他现在已经没了。那如果可以点吗？什么？蜂浆。不能点，一样的，也是偏寒凉。是。对。有呢。都不行，都寒凉。所以你根本是走你的自然疗法是走向寒凉去啊。嗯，我看你会越走越路越窄。哦。所以你听很多，但是。啊，你真的已经还好，你今天是很快找过来，我只能这样跟你讲了，哦，啊，但是你一定要看我的书，才会起深信，力量来自于信嘛。嗯，这两个都我也感觉无去写的。对呀，啊，你都用寒凉嘛，原始点写的就是热能不足，就是要补充热能，就是要用温补，没有其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啊，吃素的人，你别以为吃素就会健康，也不对。对，因为青菜啦，一些很多都是偏寒凉，所以还要懂得加姜、辣椒、花椒这些。那我的三餐稍微跟你讲啊，早上就是吃安定的高蛋白，不行，蛋白粉啊，这个我就第一个，啊，马上就知道你吃错，嗯，哦，再说。对，还有种维他命呀，啊，这个也不行。六大什么三黑，啊，这搞不规整了嘛，吼。啊，对，那个都要改掉。好，啊，过来我就吃一下优格、含苹果、优格也是寒凉，所有水果都是寒凉。啊，苹果。寒凉。水果。寒凉。哎，啊，所有水果都要进。啊，香蕉。寒凉。啊。所有水果，嗯，我一句话就把你点破。所有海果水果没有一样是温热的。过来，啊，过来，你搞正常，是讲都清香菜吼，烫烫的吼，加加的入去，很清淡，清淡足够，但是没有热能。后来，热能就是中昼，哎，我那这个糙米吼，啊，有一些黑豆啦，黑豆啦，啊加那个，啊加像那个鹰嘴豆啦，就是一些五谷。这些吼，其实不算温补。这些其实算健康的人吃没问题啦，但你的体质已经有体香跟热能不足，你要吃这些而来改善你体质很难啦。啊，过来晚餐哈，
我用另一锅的菜，啊，无就去你刚才迄番茄吼，加加吼，所以脆脆啦。啊，过来吼，嘛是同款，佮高蛋白。我三顿安两个月，两三个月用就安尼啦。好，你不要说两个月，你再一年两年，你继续这样吃，我只能说应该还会恶化。我已经几乎看到你未来的路。那这一部分我建议你，我那里的每一篇对你都非常重要，像你怎么饮食，在医疗与保健那一篇都讲得很清楚。那第一篇就是疾病与衰老，主要是针对西医的检查，他们检查对你的病情、哦、有没有帮助，很简单。 那一篇也都蛮重要。然后第二篇是癌肿瘤，那一篇就直接针对你的肿瘤讲、啊、西医的处理方法大部分是以这个概念、啊、中医我比较少琢磨，就是中医问题很多了、啊、所以如果中医没啥问题，老实讲 我自己当医师，我不必要把我诊所关掉然后来跟你们聊天、啊、我这个是没钱的，你知道吗、啊、等于这样我才能心很轻、啊、就是因为没有利害关系，我们几乎是没有利害关系，我只是提供你一个我认为对的方法。那方法是最重要，因为我说的你要去哪里，你的目标在哪里，你第一个要先确定你的方向对还是错。如果错，我刚刚讲要往北，你坐往南的高速，你速度越快离你的目标越远、嗯、所以你是很努力啊，但是我已经可以预见你已经离你的目标正在加速的错误方向在、嗯、原始点医学对于生老病死这一个人生的大问题，他只能做到怎么样让你延缓衰老，延缓衰老，好，然后如果有症状可以减轻症状，甚至改善症状，甚至把症状都解决啊。然后对于疾病还可以达到预防疾病，因为把体力调整好、啊、疾病不再来犯，还可以延长生命啊。但是它不能做到让你不老不病不死，但是这个过程中我就是讲第一点，我可以让你减轻痛苦，解决症状，但是我不可能让你不老，但是我可以延缓你衰老啊。但我虽然我没有办法让你不死，但是我可以延长你寿命啊，因为你走对方法，这就是我的目的啊，研发原始点的目的。然后甚至对于疾病还可以达到预防，因为借由舌头让你其他的部位啊得到健康的方法。像你刚刚说的有些是对的，你用甩手工哦、甚至去运动，甚至做什么浮力挺身、哦、甚至有一些、哦、转动的这些拉筋的你都可以做。还有一样、哦、抹茶可以吃吗？不要了，只要茶的都不要了。所以你们在谈养生的、哦、我都知道清淡为主，那清淡出了一个问题，它偏凉多了，偏凉多，所以在素食里面一定要懂得加姜汤。我第一天我就有跟他讲，可能你们还要懂得用温姜汤、哦、甚至含姜粉泥加下去、哦、甚至你嘴巴也可以含、啊、但是我怕很刺激、哦、所以、哦、就是如果有伤口、哦哦、那可能还要用姜汤漱洗、哦，那如果漱洗后啊要吞服姜粉泥也可以啊，这样你热人就可以慢慢补充了，这是补充热人。本来原始点是鼓励家属啊，我们教你怎么做然后你们做然后我们来辅导啦，是是。但如果你真的没有家属，我们先来帮忙你啊，如果家人愿意学最好，因为有时候你对，因为你有症状嘛，我想教你怎么解决症状，直接就是解决，因为你现在那个肿瘤我还是要看一下，你口罩拿下来我们看一下。你别盯了，我不下让你看好不好，因为我到现在我都不肯看它。我告诉你这个观念你还是要改，肿瘤一定要怎么样面对它解决它，
你这个叫逃避。我一再讲，逃避肿瘤会消吗？不会。而且肿瘤它到底长多大，甚至要怎么按，因为你这个是一定是凸出来的啦，嗯，凸出来看得到，啊，有一些不是，它是舌癌是好像破洞，哦，就一直裂，哦，啊，所以这种形态有些都不一样，啊，至于凸出来的，它如果有硬结肿块，甚至它将来会破掉，嗯，这个都要讲清楚，然后照进去，哎，然后再。这样照得到吗？一点点的，不是很严重。你不是很严重，哦，你还没有看这个舌癌、口腔癌，它有时候会一直扩散，甚至到破洞。大概多大？你鼻子？那你现在那个伤口，啊，哦，会痛吗？可以按哈，前一阵子哈，可以就是不灵活。不灵活，按照公文可以啊。讲话不灵活，讲话不灵活，卡卡的哈。啊，吃东西为什么不能吃？是因为会咬到吗？咬，哦，那个舌头转动会痛啊。舌头就是转动会痛。哎，要吞咽比较有点困难。伤口清洗是用姜汤清洗，前几口哈，哦，姜汤漱洗完，再接着你要喝姜汤也可以。你那些都要戒掉了。别的地方也都不要去了，不会不会，真的呢，我是跟你这样讲，就是我刚刚讲的五谷粥，早上都不要水果，什么都不要，哦，也不要维他命 A B C D， 五谷粥，青菜少吃，但要吃一定要加姜跟辣椒一起去煮，啊，煮熟不是，或者胡椒，胡椒、花椒、辣椒什么都可以，但是我怕你舌头会很刺。刚刚会啦，慢慢习惯。所以刚开始淡一点，好，嗯，我跟你讲，不是，你可以加我刚刚讲的菜啊，煮烂一点，坚果煮烂啊，坚果打都可以啊，这些都可以打，然后加一点点姜汁，哦，进去它很好喝的，嗯，然后午餐就是一般饭也可以啊，都没有关系啊，你只要舌头。现在就像你讲的，你舌头不灵活嘛，啊，我们做做看，如果灵活，你就可以少量这样吃嘛，啊，菜也可以吃，但是我刚刚讲的要煮烂一点，哦，然后要加姜，哦，辣椒加一点点啦，让那个菜药性比较温啦，偏温啦，不要头部受寒，所以你出来要用围巾。最好稍微围巾戴个帽子，然后甚至盖到这里枕骨下缘，然后围巾要围，这里都不能受风寒，这里对你的舌头很重要。是这么痛哦，哇，所以哦根本都有问题啊，我还没有出力你就在叫了，啊，很痛，因为他第一次刚刚接触，来手放下去。不要对抗啊，整个身体放松，啊，等一下按完会很舒服的，嗯，我先轻一点这样可以哈，嗯，这里痛吗？嗯嗯，不会，好，嗯，很痛啊，一样是吗？嗯，跟刚刚比哪一边比较痛？ 嗯一样，嗯，好，嗯，好，不要对抗，放松，全身放松，他整个头部都痛，对，整个都绷紧，是，放松，你现在的感觉呢？舌头动一下，看看有没有比较灵活一点？有啊，有哈，嗯。比较不会像刚才那么紧了，不会了哈，有比较松了哈。我告诉你，你这里都绷紧。我说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这个叫做体伤，按得特别痛的叫做体伤。所以这直接就是针对舌癌的大开关去解决。啊，你这里都痛，每一点都痛，你这里没有解决，它怎么松？扎别的地方效果都有限。所以我现在跟我讲话有比较松了，对不对？舌头，你们听我有讲话有这么对啊。我告诉你啊，哦，你回去哦，
这里我刚刚按过的地方会非常痛，因为你就好像脚没有运动过，啊，跑步之后腿开始酸，有时候会酸两三天。对，因为你从来没有被按过，而且我确定是很痛。啊，因为你的痛应该是从浅层到深层都在痛，我刚刚只是揉表层，你这个痛到受不了，所以我就松手，我等一下再稍微进去一点点，那回去就会很酸痛，啊，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隔一天还要继续按，啊，它按慢慢就适应，然后这里就松掉，啊，你舌头才会松掉，这样才有好的机会。现在按会比刚刚好，比较不会那么痛，因为刚刚有表层又比较按松一点，所以他舌头有比较松，所以就不会那么痛。因为早就应该来了，他刚开始咳两年了，他这里都没有处理啊，所以他一直在绷紧中啊，靠那些寒凉的又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然后本来也不能切片。你们都不该做的很多都做了，那个我在癌肿瘤都有讲，啊，那个伤口就不容易愈合。你嘴巴张开，放气，气吐出来没关系。是不要憋气。你是右边长，右边破，所以右边特别痛。耳后虽然都痛，它右边更加严重，是可以确定。现在感觉又没有比刚刚又更舒服一点了，我确定了。他等一下，我要立刻帮他涂姜黄，因为你刚按完，热盐最容易进去。刚刚涂完，现在怎么样？很舒服啊，很好啊，啊，干嘛有看脸啦？啊，舌头，这属实的。哦，已经有比较松一点，是不是有比较松啊？啊、哦，有啦。按完就应该有比较松，啊，涂完有没有更松？应该是有吧，有帮助、啊，应该还是会有帮助哈。啊，我来提供。他就是这里又紧绷回来，你这个是严重热能不足，严重就好像我帮你揉松了。它为什么会崩回来？因为它热能不够，所以不能一直推动它，所以它又崩回来。所以我为什么要说你随时都自己按？就它按了它就松，所以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崩回来，是不是？那代表你还蛮严重的。这个稍微用力它就受不了，所以它又崩回来。你等一下啦。这样效果会好一点，好不好？现在动动看，又是不是又松一点了？啊，没办法，你怕痛，我也按不了多久啊。我还只按表层而已，还没有深层，还没有深层，因为它很痛，按不下去，因为它已经痛到不行。我是一直想讲，我变紧拎袂掉啦，啊，用极限啦，啊，咱就慢慢来。哎，我现在医生无法多干。然后那有我刚才给他的那个哈，就是他自己按。对他要自己按。痛处一直啊，慢慢刺激，慢慢刺激，他这个就会松。是。你要靠自己哦，哦，因为你现在也痛，我也按不进去。啊，你也知道了，原来你舌头的绷紧是由这里引起的。听老师补充说明。好，这位患者是舌癌。那在两年前他就感觉舌头好像就是怪怪的，尤其到今年，就是今年初，他感觉更加不灵活，所以在一些朋友的介绍下就去西医切片检查，确定是舌癌。
那因为他家父也是因为癌而接受西医治疗，而这个过程因为很痛苦而走，所以他不选择继续西医讲的手术跟化疗，那就开始找自然疗法。那各位也听到他的叙述，所谓自然疗法，其实他还是去找一些寒凉的，尤其也脱离不了西医的概念，譬如维他命 ABCD 甚至人家介绍什么一些灵芝啊、蜂胶啊这些比较寒凉，他也是在用那找医师开出来的，我看也是寒凉所以他这一段时间找了两个月，他感觉也没有好也没有坏，好像还停留，但在我看法他这些都是偏寒凉，已经正在消耗他的热能，所以他的体伤也蛮严重那各位也看到了，事实上他头部体伤，尤其是耳后那几点，轻轻一碰就非常痛所以我只能慢慢按那连续也按了两次，按完其实他舌头已经有比较松了，但他昨天又来，我也有约他他还是有感觉比较好，但是按完之后最舒服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慢慢会崩回来，然后他回去自己也有借助工具在按耳后这几点，所以总体来看还是比第一天好那所以癌症在我看法一些不舒服感、症的不适感，还是要从大开关下手。然后刚刚过程中我按完，还有帮他涂姜粉泥，包括整个头部还有脸部也帮他涂姜粉泥，然后再用红豆袋温敷整个处理过程这样下来他感觉是因为他自己走了那么多路，就没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他立刻解症的，也就是让他舌头转动比较灵活的方法所以他接触了原始点他也感觉蛮有信心的那这位是舌癌，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实作教学三，慢性肾衰竭，就是头痛晕，还有关节痛，关节手的部分是手指头。最近胃口也蛮有。这里吗？就胃跟小腹。跟小腹。就是感觉要咕噜咕噜的声音，有长鸣的声音，常在叫。就是水那种，就是感觉到里面是水这样。然后肾这边会吗？就是感觉里面很酸，有时候这边会抽痛。然后去查胰脏指数其实有高，因为这边就是一直持续多久，就是肚肚这样，也胀胀痛，就是也不舒服，然后晚上会喉干，就是晚上，然后就是晚上。等一下按这样，几乎全身都要按。我听你这样讲，还真要花一点时间。那按完，等一下背部还要涂姜粉。那这样你会进一步舒服。听说你不喜欢吃药的呢？不是不喜欢，是吃的中药那个肾指数都下滑。下滑？是更低是吗？不正常的低。对，我都有在。是怕。就是肌酐酸会有暴涨。我吃，但是吃，因为我吃过很多中药，就肾脏不好的我吃过很多中药，草药，然后每次一试，一个月后我都会去验血。然后每次医院就是基本上会不会真的飙高，这样就是至少飙高了10%这样。所以你就不敢吃中药，是这样来的，所以现在也不看中医了。之前是有，不是没有在用药，之前就是针灸，因为就是会
喘不过气，因为就是一直缺氧，还是就是缺氧，然后就觉得很闷。胸会超级痛，胸闷痛啊，都有。对，其实会，它会有时会，就是很严重的抽痛。月经也都不是，月经其实是肾脏不好导致的，月经没有完全没有来。可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月经就是很规律，可是那就是我可能本身就是，然后是肾脏不好，就2019是完全月经，所以现在是经经。7岁啊，这个35就挺太早了哈、那表示你真的去年比较不足才会这样，在岩石点叫热能不足嘛，所以现在读姜的你就是要补充你的，建议你还要运动。可以吗？哈，好痛，好痛，好，好，这样，但是可以接受吧？嗯，好，这样好。这里是不是也很痛？嗯，没有刚刚痛。这感觉很好，好对吗？对。哪里特别痛？就这边是。哦，这里也特别痛。我按的时候这里特别痛，对不对？那这里呢？那边还好。这里还好，好，再来尝试一遍。我这样按是不是更痛了？还是还好。还好。还好，那这样子。这里应该不是重点。嗯。那你说下面这里酸酸的，对不对？这一点痛吗？还好。这里呢？这里就很痛了。好。这里呢？酸。酸，好。这里是不是也酸？嗯。你屁股，你说髋骨在酸是两侧吗？嗯，就这边也会。这里，好，这里在酸。好啊，这里呢？这里也会。等于从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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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了解。好，那我这里再帮你加强一下，这里应该很酸才对，对吧？这里很痛，好 ，OK。这一点是不是也很痛？嗯。那上面这一段不会痛？会，这边是侧面。啊、哦，这里我刚刚按到这里就会痛，好。啊，越下面越痛，是吧？都会痛。对对，这里最痛嘛。好，好，好，那你等于你再试试看哈、哦，这一点比较不痛，对不对？嗯。好，第二点。这边会痛。这里开始痛，好，那这里又更痛，是吗？那这一点最痛，对，对不对？啊，这样会不会很痛？没有刚刚痛，这个设计很好。我建议你平常可以爬楼，一步两阶，慢慢爬没关系，因为你那个整个臀部都有问题。然后膝盖痛、脚踝痛都是屁股引起的。你两脚都会嘛？哈。好，这边按下来哪一点比较痛？是上面还是下面？现在上面这边比较痛。哦，反而是上面啊，下面不痛，比较不痛。还好。
没有旁边怎么痛？这一边比较痛。OK， 那这一边左边是比较上面。好，这里我再帮你加轻一些。那你也看看膝盖，你说平常膝盖也会痛，膝盖跟脚踝是不是比较松？还有屁股。嗯。脚踝这边还是卡卡。哪里卡卡？就是我常脚踝这一块。这里还是卡卡，现在走路还是卡卡，这一脚对不对？嗯、啊，这一脚会吗？也会，可是这一脚的。好，趴着。这一点痛吗？啊，还是吧。嗯，没事。这一点啊，更痛。还好。好。好痛。对，这一次会按得更深了。不能，就是如果我往这边的话，就是会一直觉得很卡这样。哦，那现在走路有没有比较顺一点？你看看，有，就是用平常走路，有比较松一点的哈。你那个是由臀部引起的，所以我告诉你要爬楼，就是要拉臀部的筋，一步两阶，一阶还不会。那你只要筋松了哈，你三个地方都会改善，臀部。膝盖、脚踝，因为这个如果没有教你看影片，一定按不出来，因为这里要有一个窍门，它是在骨缝，所以要有一个这样的动作，拉下来的动作，然后才能进去。哎啊，如果你这样顶，一定就不一样了，这样就不一样，所以一定是这样，这样才能按到筋啊。这个是解决拇指的方法。刚刚按到这里，应该它就有第一次没有感觉，慢慢就有了。因为关节在这里，一般我的经验是对到上面。那、如果指头麻在这里，一般是在这里就可以找得到。所以应该对应点是在这里。但是它是什么造成它的手会这样痛？体伤，它这里有痛点，它慢慢绷紧。啊，它是什么造成它？体伤它的原因很多种，比如说它常常握拳出力也会，肾脏还有一个不好的时候，我认为不会，不是这个，因为它有可能原始点不说哪一个脏引起的，应该是说热能不足啦，热能不足的时候它体伤就会加重啊，原本就有体伤，它有痛点，那加重它就会痛起来，啊，它有体伤，那有些人风一吹它就痛，一样的道理。现在感觉看看有没有比较松的，嗯，比较松的哈，嗯，然后记得不要一直握这个，这个不要，可以这样搬，啊，这样拉筋可以，啊，不要做这个，反而反方向，这一手我再帮你按一下，这一手拇指也会痛，嗯，你现在头有没有比较清醒一点？有，比较不晕了哈，对。但是他气血不足，就是要涂姜粉的呀，补充热源。他平常要运动啊，他吃温热食物啊，真的是，哎，这个都是大原则啦。他寒凉不能吃啦，水果有吃吗？嗯，水果有吃哦，不行哎。嗯，你不适合吃。早上就是吃水果。不行，你再吃水果，神仙都难救。嗯，因为你是属于寒，很寒的体质。那水果都是属于非常的寒，嗯，而且他爱喝椰子水，他说他电解质不够，不是，不要再信电解质了，那个是西医，那个叫做成分，所以你书一定要看我的，你看医疗与保健，我在谈西医的概念，因为你一谈我就知道那个是西医的概念，他谈成分，但真正温补一定是以寒热为主。嗯，他说他虚不受补，他反而要喝，不可能，他虚就是要受补，他越吃寒凉就反而惨了，所以你吃错了，他体伤就会加重。嗯，那你不能再喝椰子水。真的，水果不能喝，你就补补粥或是什么都可以。姜汤啊，姜汤也可以，这些啊，姜汤我喝便秘，然后破嘴，绝对不会，因为你这样，因为你头部没有揉开，热进不去，才会嘴破。我遇过很多这样的患者，那只要把头部这些都解决了，再喝都没有问题。啊，便秘你因为是臀部体伤，啊，这个
再揉开热也可以进去，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他常觉得氧气不足，然后他就一直吹风扇？不是他体伤啊，我还是觉得体伤啊。然后他头部体伤还蛮严重，所以他的感觉跟别人有时候就不一样，寒的就变成热的，怕热。嗯，你现在动动看，松了吧？不用摸，头就不能那么重。嗯，头没有感觉。是哈、哦，他身体是不是也比较轻松了、啊？对。对哈、哦，然后脚也比较松了嘛。回去我按的地方还会痛，我先跟你说。应该是腰会更痛。啊、但是也不一定。如果你痛，你再继续按，它会好得更快。就好像我刚刚也跟他讲，就是你们都没有被这样按过，没有被。那第一次按过的话，就好像没有运动，你们快跑之后，腿就会酸。退退、就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隔一天。一直休息它会更酸，反而你继续动它就不容易酸、哦、所以我建议你回去一定要做一些运动，就是爬楼梯一步两阶，好不好？请老师补充说明、哦、这位患者、哦他说西医跟他讲、哦、如果他身体不赶快处理以后会洗肾，所以这个案例应该是疑似慢性肾衰竭，啊，那他其实表现在身体的症状，几乎是从头痛到脚，哦，比如他头部常常头痛、头晕啊，那四肢的关节，还有膝关节、踝关节，啊，包括指关节、脚趾、手指都一样，都痛。然后大家也看到了，他脊椎两侧还有那个头部原始点特别痛，那这样处理下来，全身处理下来，很多症状都可以立刻改善。那因为他是第一次做，做完他感觉在按的过程中有一点痛，那按完当然身体有一些症状都减轻了。不过对于这些重病患者，我刚刚处理完，因为在做之前有先帮他温敷了，然后按完之后特别强调热源的重要性，因为他属于重病患者，所以这个影片是局部的，接下来我就是叫我们的志工赶快帮他涂姜粉泥。那涂姜粉泥就是涂身体的前后，也就是背部跟前胸哦，这些整个都涂。那涂完之后我再进一步问他现在人感觉有没有更舒服，他说有哦，所以热源蛮重要，尤其以重病患者哦。那按推也蛮重要，但重病热源补充过后按推哦一定要按到人解症，这样患者才会有信心，但也不要一下子用太大的力量，尤其有些志工像对这种初次来的那个手法不能太僵硬，我说的一定要稍微用一点巧劲，然后以患者能承受为主。好，那这个患者我就补充到这里。那我们今天三个案例也都分享完了，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快到，我们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好，再见喽。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